此丹蕴含纯净的天地灵气，不但能淬炼肉身，还可滋养魂体，对于受到沉重内伤之人亦有修复之效。一般人咬咬牙，泡个两三天就是极限喽。前面还嚷嚷着要跟人家切磋，现在又心疼了。我怕他死在这儿，没法和我切磋。哼，你信吗？ 风霜，是你的假名。我的真名叫风磊磊，一人一次，很公平。嗯，哈哈。